大家好，我是大家老朋友王纯阳道长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视频，是东北虎跳水的表演视频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老虎是为数不多的比较喜欢水的猫科动物，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，它们喜欢很长时间的时候都泡在水池里，那无论是圈养的还是野生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